在2月2号了哈，一时许哈，在本分局接获报案哦，前往大村乡三沼路130号前处理交通事故哈。现场为一名20几岁陈姓女子哦，驾驶自小客车，沿大村乡三角路南往北逆向行驶哦，与越南籍30几岁宋姓移工哦，骑乘普通重机车有戴安全帽，沿三角路北往南方向行驶哦，发生对撞。那宋兰经救护人员抢救后哦，送往园林基督教医院抢救后仍无效死亡哦。另自小客车陈女哦，右脚骨折哦，目前医院开刀治疗中哦。那经初步了解哦，陈女有酒后驾车情事哦，全案依公共危险依法侦办哦。那本分局在此呼吁哦，用路人酒后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哦。那酒后开车害人害己哦。那驾车应遵守交通规则，以确保行车安全。